條件唔係講，其實唔係得到你有病或者先痛先去做嘅。有啲問題好似例如是平時佢哋覺得膝頭哥痛啊，背脊會痛啊，可以試下去睇翻你足部係咪真係有問題咧。而家好多人對身體健康越嚟越重視，對起居飲食越嚟越講究，因為大家都希望可以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但是你哋又知唔知道從我哋生活上的一啲小細節，例如行路嘅姿態或者坐嘅姿勢，甚至乎係我哋足部嘅護理，都會直接影響到我哋嘅健康嘅。足部嘅問題係我哋經常面對，但係又唔知點樣解決嘅問題。今日我就同大家一起探討，究竟足部護理有幾重要。Edmund 是足部护理专家，他亦都是一位专业矫健师，从事足部护理和矫健工作多年的他，遇过很多不同因为足部不适而引发身体其他不适的病例。Hello， 你好，诶，Liz 系咪？系系，我想睇下你，其实你个脚有咩问题啊？即系想检查下啦，因为可能我哋长期要企住。很多，同埋經常會覺得腳板會唔痛。腳板成個腳板啊，或者係前邊或者後邊多啲咧？前邊會比較嚴重。前邊會比較嚴重啲啦，係平時係朝頭早咧，或者係夜晚會痛啊？係行路行多咗就痛。行路行多就痛啦。OK， 首先我想睇下你行幾步路得冇？當 Edmund 了解咗我嘅狀況之後，就從第一個步驟開始為我檢查我嘅足部問題。第二步就来到特制的镜片上， Edmund 就会检查病人足部的关节有没有问题，脚趾的灵活度、长短脚等等的问题。第三步，医生就会帮病人按摩，并且检查肌肉的僵硬度等等。第四步，医生就会为我的脚打毛，用来做我的私家鞋垫。所以咁講，我哋你嘅腳，我哋睇科有少少小毛病啦。不過我哋會建議翻一個鞋墊咁樣，類似咁樣鞋墊咯，嚟幫你配合翻你嘅鞋，仲有睇翻你平時一日我著5-6小時咁樣啦。OK， 所以依家我哋愛攞 process 就係我攞個模咯。其實個模 process 咧就係我哋愛講攞翻你嘅正確嘅腳嘅位置。第五步亦都係最後一個步驟，醫生就會為我檢查。看看我的腳的重心分布。最後製作鞋墊需要3星期的時間，3星期後你就可以擁有令你健康的鞋墊了。So， 今天你拿個鞋墊那天跟回你的模擬做的就是就是這隻OK。So， 第一步咧就係我哋會睇翻個鞋墊，睇翻你鞋墊，都唔錯，OK， 你上 ，OK， 得。整個過程都係喺 Edmund 嚴密嘅監督下完成。除了这里可以给你专业的足部护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得到同样的服务。我来到这里，哇，发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鞋垫，还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这个健康鞋。那鞋垫都有很多种，即是刚才你说有爬山的，有些针对说做不同的运动的，可不可以讲一下其实有咩唔同？都係鞋墊。其實我哋呢度呢個 MyORTHO Care 咧，我哋係針對意思係講唔同適合嘅環境啊，或者係唔同適合嘅運動啊，我哋會配合翻個適合嘅鞋墊俾佢攞。例如有啲人就中意爬山噶，有啲人中意或者跑步噶，有啲人中意打 golf 噶，仲有大多數又有啲嘢踢波噶，所以我哋針對每個運動嘅就俾佢適合嘅翻鞋墊咯。嗰個就會係適合自己嘅。係啦，啱。所以咧呢度咧，我見到健康鞋部分啦，頭先有試過一對係好特別嘅。係啦，係啦。咁呢一對咧，你亦都有講係全 Malaysian 得你哋會有嘅。係啦，全馬來西亞得我哋代理呢個產品咯，意思係講。這個是石膏鞋，是美國牌子來的，
佢嘅有個彈弓喺入出邊，又會比較特別啲。好多人可能接受唔到，不過一著起身咧會比較減輕痛啊，或者減輕膝頭哥啊脊椎痛嘅，因為始終係幫你吸收嗰啲壓力。有啲人關節炎啊，都係行得路比較痛咧，都佢哋適合著呢啲鞋都比較多。適合或者跑步啊。因為佢創辦者都係發現對鞋咧，都係因為佢成日經常去跑步嘅時候有痛，所以佢設計呢度呢對鞋啦。即係切身自己先感受到。係啦，因為頭先我試過，跟住感覺到係成個人好輕嘅，即係可以好似要飛咁嘅感覺。因為仲可以，我哋可以調翻去加上嗰個彈弓性會比較輕身啲咧，或者重啲，係跟翻你嘅身體需求咯。頭先就同我做咗一啲簡單關於呢個矯健嘅一啲檢查啦。其實想了解一下馬來西亞人咧，對於呢一個矯健嘅部分嘅知識咧係點樣嘅咧？其實馬來西亞人對矯健加上足科矯健啦，係比較認識比較少嘅。加上喺compare to 外國啊，或者澳洲啊、英國、美國啊呢啲國家咧，其實馬來西亞人對呢方面咧係比較好少嘅。所以我哋需要講平時馬來西亞有時緊張真係好痛嘅時候，先去睇醫生啊，所以佢哋冇做預防工作嘅嚟保健啊或者係矯健方面嘅嘢咯。聽到都咁講，其實呢個矯健嘅部分係可以有預防嘅，係提早預防嘅，有機會嘅喎，係咪？係啊，所以例如好似我哋講膝頭哥痛啊、背脊痛咁樣。道理都係全部都係影響腳影響到啊，或者足部影響到嘅，所以我哋可以幫咧就係冇比更加再嚴重落去咯，所以一定要做或者適合嘅鞋啊，適合嘅鞋墊咯。但係其實咧，而家矯健嘅呢一方面，好多人就話可能老人家比較經常有矯健嘅問題，咁其實而家係年輕化噶啦喎。係其實年輕化噶啦，其實咁講啦，其實老人家其實十幾二十年以前係已經有呢個問題噶啦，不過。科技啊，或者個知識冇咁先進啊。不過依家係後生嘅人就有咁嘅問題咧，就去特別去做預防工作咯，就係著健康鞋或者著健康嘅鞋墊嚟幫佢保護膝頭哥、保護脊椎咯。咁啊，聽特登咁講啦。咁你身為一個矯健師咧，我知道其實當初咧阿爸爸咧公公都係從事呢一方面，係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其實喺都有三十幾年啦，我嚟我公公係可能第一個馬來西亞華人開始接觸呢個矯健咯，係到時喺馬大嘅醫院開始做啦。到時當時啊，我爸爸就係選俾人選中去。外國英國去留學，加上就我本身我自己由英國留學翻嚟，即係所以我哋三個家族入邊都係做喺呢個矯健，加上矯形同矯健嘅方面都有三十幾年啦。所以你本身讀嘅呢一科係關於矯健嘅？其實係意思係矯形同加上義肢咯方面，兩方面一齊讀嘅，加上我因為呢兩方面嘅嘢都係聯繫嘅。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誤解啦。其實矯健係咪即係你頭先話係唔食藥，即係唔使動手術嘅，係類似物理治療係咪？其實矯健方面咧就係好似眼鏡咁嘅道理咯。每個人都係有眼都有問題嘅，睇你有幾嚴重或者幾輕微嘅問題咯。所以睇翻矯健咧係幫佢好似著一樣嘢係幫佢。調整翻去，冇俾更加再彎啊，或者冇再彎去出去彎去入邊啦，咁啊道理啦。即係唔好再嚴重啦。係啦，啱。有提到三十幾年前爺爺就接觸咗矯健嘅呢個專業啦。其實三十幾年前嘅呢個矯健專業同而家相比起嚟，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咧？哇！三十幾年前嘅矯健嘅方面，你即係講系統啊，加上嗰啲矯形嘅嘢係比較古老化咯。好似嚟用比較鐵嘅嘢啊，或者木嘅嘢比較重啲咯。不過依家係廿一世紀啦，科技已經進步啦，所以好多嘢已經比較輕化，
又或者美觀，都係好多人啊適合人嚟戴啊，大普遍化可以著嘅咯。其實有冇通過啲咩方法令到大家會更加去了解同埋接觸更加多關於矯健嘅呢個知識？呢幾年我哋好proactive 咁樣係做好似roadshow 啊，或者係展覽會啊，都係俾public 或者俾馬來西亞人更加了解，其實係真正嘅矯形個鞋展啊，或者矯形嘅嘢係應該係點樣做啊？意思係講俾佢哋知道，究竟其實做一個矯健嘅方面，唔應該真係單單就係話scan 你腳啊，或者係真係影張相就得啦。意思係講真正我真係攞模啊，加上我畫圖啊咁樣道理咯。即係度身訂造，係啦，根據翻佢所面對到嘅問題，去做一個屬於佢嘅一個鞋展咁。咁其實你有發覺到其實嚟到呢一度咧，接受呢啲治療或者係檢查嘅人，佢哋面對嘅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最多嘅問題？最多問題啊！其實我哋比較常見係每一日都一日見到嘅咧，就係扁平足啦。扁平足啊，扁平足係即係講咩叫扁平足呢？其實係每個人應該有足弓位嘅，不過係應該係扁曬落去叫我哋。即係睇唔到嗰個係啊，個足弓位㗎啦。足弓位係啦，其實扁應該扁落去咧，叫我哋叫做扁平足啦，或者係叫做鴨屎腳啊，或者係鴨腳啊，點樣道理？係唔健康嘅。係其實係唔正常，加上係比較唔健康啦。你又問翻扁平足係咪會死啊？係冇可能會死嘅，不過係扁平足係行路會比較辛苦啲。加上會影響到膝頭哥啊，影響到脊椎嘅問題，或者有啲人會影響到頸嘅問題啦。矯健唔係講其實唔係得到你有病或者先痛先去做嘅，不過加上馬來西亞係等到痛先去做噶啦，好似等到好痛佢先睇醫生咁樣道理。其實有啲問題好似你有時平時佢哋覺得膝頭哥痛啊，背脊會痛啦，不過何妨去真係去打針食藥先，你可以試下去睇翻你足部係咪真係有問題咧？或者有時你行下路啊，容易跌親啊，或者屈親嘅腳，你好似隔幾個月又屈親一次，其實係唔正常嘅。呢個係已經俾你同你講，你嘅足部嘅 alignment 已經走位咗啦。原來只要你多注意自己生活上嘅小細節，就可以知道自己嘅足部係咪出現問題。當然啦，喺呢一個矯健嘅專業咧，聽咗醫生分享咁多啦。其實我哋了解嘅同我哋真正有人嚟到問嘅朋友咧，可能好多好多嘅誤解嘅。其實通過呢一方面，你哋會點樣去宣傳，或者去點樣話俾大家知呢個正確嘅呢個矯健嘅知識嘅咧？其實我哋係呢幾年真係好辛苦，再加上去俾馬來西亞人知道係真正嘅矯健嘅方面咧，係點樣去做嘅。那個 process 係唔係單單就係我見咗你面睇你嘅腳就可以做一個鞋墊啦？其實背後嘅工作就係我嚟去 check 嘅 alignment 啊，或者係加上嗰個客睇你點樣行路啊，我攞模啊，攞咗模我嚟倒模啊，即係個 process 係比較長嘅，唔係單單就係睇你腳影張相或者畫個圖就可以做個鞋墊啦。所以我嚟係想俾知道馬來西亞人知道呢個方面係一個比較長的 process 咯。所以醫師咁講咧，其實而家係咪睇佢行路，基本上會察覺到一啲小毛病？係啊，其實每個人行路都係咪講都有少少小毛病噶啦。加上好多人講其實我可以 control 我自己行路嘅。其實你試下諗下啦，你揸車，你 no matter 你點樣揸住你嘅 suspension 去，假如個胎已經走咗位。你都見到你 hold 住個 suspension， 佢都會開始走位嘅。係。咁個道理都係一樣，好似你幾辛苦去控制你點樣行路嘅，你腳已經係有走位，都會影響到㗎。即係好似我哋錯嘅姿勢。係啦，啱。會有影響。錯姿勢都係一個 part of it 咯。同埋我覺得女性最常面對嘅可能就係所謂著高踭鞋。係啊，高踭鞋係啦。高踭鞋都會有影響。影響到係啦，即係每個人太有時女士成日每次著高踭鞋，壓力會比較偏多喺前邊啦，所以影響到拇指外翻啊，或者係多壓力或者有雞眼咁樣影響到咯。不過我哋唔係講女士冇著高踭鞋，不過我哋會建議著適合嘅高踭鞋，加上
健康的高踭鞋噶。所以呢啲四問題其實都可以通過矯健。係啦，咁樣講，而且我哋矯健方面咧，就係最適合嘅一個矯形師就係建議翻你著適合嘅咩適合嘅鞋，建議翻你適合嘅鞋墊，加上睇翻你嘅 alignment 咯。好似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我同病人講，其實你做咩噶？其實我同大多數解釋同埋講，好似你睇 tire 咁樣，我嚟幫你調整你嘅 tire， 你嘅腳嘅方面咯。即係俾大家一個正確嘅意識，知道其實自己面對啲咩問題，必須要從嗰個問題當中點樣去解決，係達到一個最完美嘅功效。咁啊 ，OK 啦，我哋知道曬呢所有嘅矯健嘅知識，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更加去了解自己嘅問題。係啦，跟住如果唔了解嘅話，唔緊要，你揾 doctor 可以為你解決呢個問題。係，唔該曬你。唔該曬。而家喺市面上，我哋可以见到有好多针对足部保护嘅鞋售卖，而且种类仲好多添。所以我哋见到有好多唔同年纪都可以，有小朋友噶啦，有大人噶啦，有啲好 fashion 嘅，有啲冇错，都系我哋读书鞋都系系。咁我哋嘅鞋有咩唔同？就好似呢度我哋會睇到，我哋提及到唔同嘅 collection 嘅矯健嘅鞋墊。咁 Dr.Kong 咧，所有嘅 collection 包括咗由 baby 到 children 到 adult， and then 到大人，亦即為成個 family 嘅唔同嘅 age range 都係有咁樣嘅concept 噶。咁佢嘅 concept 係乜嘢呢？就係佢首先會係有呢個鞋墊 built in 咗，有呢一個 arch support。which 呢度佢可以去 support 翻佢 collapse 咗嘅 arch， 咁然之後呢個鞋墊咧，佢係你睇佢淨係可以彎前邊，即係佢有一個好 strong 嘅去 support 翻你只腳，唔俾佢跌落去。咁你會睇到，呢啲鞋係 sandal 嚟嘅喎，點都冇睇到有鞋墊，咁喺邊咧？啊，咁其實佢係已經係 built in 咗嘅，或者你咁樣睇入去，你先會睇到呢度有個 arch。咁除咗呢個 arch 之外咧，佢就有呢一個叫做 hard heel counter， 即係你好大力咁樣捏下，你會覺得佢係比較硬嘅。咁啲 parent 就會問啦，咁咁硬，我嘅細佬哥著會唔會好辛苦咧？其實佢唔會辛苦，佢反而會好舒服，因為當我哋細佬哥行路嘅時候，佢嘅只腳咧係好